情绪线条纷纷扰扰，像是阳光环绕跑道，错过瞬间相遇心跳，深刻的莫名其妙。生活轻巧，功课烦恼，还有个你比不了，温暖怀抱，静静悄悄，却从来没缺过靠。笑笑笑，阳光真好，跟着我傻笑。笑笑笑，讨厌才是爱的情调。笑笑笑，看你眼里的我忘情大笑，两个笑脸加巨大的幸福强调。笑笑笑，月光照照，在教室一角。笑笑笑，闭上眼睛，缘分闪耀。笑笑笑，像校园的味道回味走，两个笑脸这美好的回忆遗留。乔乔，赶紧起来了，一会儿又该迟到了，快点。我叫吴乔乔，一个乐观可爱的元气少女，对喜欢的事情坚持到底。我喜欢幻想，爱好写作，梦想有一天成为一位万众瞩目的小说家，但离实现梦想，知道了，还差那么一点点距离。妈，我走了。吃早饭呀、啊！哎，这孩子怎么每天都这样啊？我倒要看看有哪些班的学生迟到。十八到十三次号，不带校牌。哎，男生还等着呢啊，瞧瞧呢。别等了，待会儿该迟到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给我，我先替他尝尝，替他试试毒。不是，这是我给乔乔准备的。拜拜、啊、我的生活还很丰富多彩，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意外，就像现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会遇见这个讨厌的家伙？是你？是你？站住！你别跑！打死你！臭流氓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打我呀？你干嘛跟踪我？扫把星！瘟神！你好！哎，你别抓我校徽！解开，快点！松手，我来解。遇见你就没好事儿？谁遇见谁没好事啊？我现在要迟到了，我先不跟你计较，我下次再找你算账。起来！哎，起来！在学校门口就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快点儿！高二八班，吴乔乔。站住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上学啊？你是不是跟踪我？喂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了，然后呢？然后，我去，记名字啊！
还得快啊！一定得抓住。躲得过初一，你还躲得过十五？就你们那点小心思，瞒得过我？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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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呀？你给我站住！吴婵婵，你给我下来！早安，贾主任。还早呢，你给我下来！都几点了？吴乔乔啊，吴乔乔，我要处分你！哎呦，为什么呀？不至于吧，贾主任？为什么？高二八班吴乔乔，你不仅谈恋爱，还迟到翻墙，现在还涉嫌殴打人民教师。早恋？我没早恋啊，主任。我都看见了，在校门口跟男同学搂搂抱抱，还这样。搂搂抱抱？还这什么呀？是什么？你比谁都清楚，还是什么？你还问我？哦，您说的那个事情是吧？哎呀，主任，那就是一个误会。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哎，行了，吴教授，我要处分你。别啊，主任，这真的就是一个误会吗？你给我五天时间，让我证明我的清白，好不好？一天。四天。你在这跟我讨价还价呢？三天。求你了，就三天。我最最亲爱、敬爱、可爱的贾主任。行行行行行行，上课去，上课去，上课去。哎，得嘞，谢谢，辛苦。就三天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同学们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，张老师还没来，所以这一节课我们改上自习。哇！多安静，多安静，老师不在，你们就这样是吧？好，我给你们名字一个个都记下来。班长，这样。你把小雨的名字记下来啊，把陆南生的名字记下来，你再把梁安琪也记下来，最后把我也记下来，好不好呀？郭家豪，你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别闹了，待会儿老师来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你说这乔乔他怎么还没来啊？我给他准备的早餐都凉了。很正常嘛，他三天两头迷路。迷路啊，他迷路来了来了来了，张老师来了吧，你们都给我等着。吴乔乔，有什么惊喜给我吗？你吓死我们大家了，吓死我了。乔乔，你来了。我今天遇到一个瘟神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就是因为他才迟到的，我还被贾主任叫到了办公室里。乔乔，我给你准备了早餐，谢谢你啊。吴乔乔，下回你再看见他，你给我指出来，我揍他。平时没白疼你。哎，这梦林怎么回事？今天来的比我还晚。说起梦林，真是奇怪了，之前还是好好的，突然就生病休学了。这么大事我怎么知道？来了来了，张老师来了，郭家豪，第一个就是你。王富贵，没完没了了你还。郭家豪，又是你，后面站着。同学们，对不起啊，老师刚才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所以来晚了。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程叔进来。程树同学刚刚转到咱们学校，他在以前的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希望来到咱们班以后啊，继续保持好成绩。嗯，程树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
同学们好，巧了吧？我叫程树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吴小娇，吴小娇，哎，你干嘛呢？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无法自拔呀，老师。这是数学课，拿着物理书还拿道理，把书放下。有一位同学生病休学了，你暂时跟吴乔乔一起做。老师，回去吧。这靠谱吗？别说话，安静。咋了，老郭？你这次的中考难呢。啊，那咋办？你若是能在今日将两包辣条上交给我，我便可助你度过此劫。哎，乔乔，你今天早上说那个瘟神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他呀，今天早上要不是他，我都不会迟到。但愿他以后不要落在我的手里。大哥，您不会是对这个傻大个有什么兴趣吧？郭家豪啊，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呀你！哎呀，陈树同学啊，我们未名中学那可是安北市数一数二的中学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来学校还没有逛过校园是吧？哪天我安排人带你好好逛一逛，多了解了解嘛，是吧？主任，来这边啊。主任您好，我是高二八班的陆南生，也是程树的同班同学。您刚刚说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来带程树参观校园。好，那你们去吧。啊，走吧，程树同学。韩琪，我觉得我这把完了。贾主任他老盯着你，还不是因为你成绩垫底吗？张老师说你新来的那个同桌成绩特别好，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请教一下他呀。我请教他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但凡遇到这个人我就特别的倒霉。你之前见过他？我没跟你说过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。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危险的气息。一个美丽的女孩正孤身走在僻静的小路上，月光将她的身影拖得很长，她开心地哼着小曲儿，发愉快轻松，却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向他靠近。干嘛打我呀？我胸牌怎么在你这儿？你丢的，我捡的，不然呢？所以你跟着我是为了还我的胸牌啊？要不然我跟着你干嘛？我误会你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巧不巧，我今天在学校门口又遇见他了，他居然害我迟到。他害我迟到也就算了，他害我被贾主任抓了。我被贾主任抓了也就算了，贾主任还要处分我，你说我冤不冤枉？陆南生同学，你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带我在学校里七绕八绕，来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你可能真的误会我了，我真的只是想带你逛逛校园。那现在逛的也差不多了，也马上要上课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吧？好。陈俊峰最近这学习态度太差，写的作业我都抄不懂。帮我个忙呗。什么？我一会儿告诉你细节行吗？看你这个脸就不像好事，我不帮。哎，不让你白帮，两根老冰棍，几根？郭家豪，你狮子大开口是不是？平时我帮你，你都忘了？我这腰的也不多呀，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呢？我这男生，男生啊，哎，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没机会了，帮我个忙呗。没问题。看看看看，什么叫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？哎，那一冰棍吃了。哎，奇怪，瘟神这是去哪儿了？迷路了吧？老师来了，起立。老师好。好，请坐。大家把书翻到第46页。欧姆定律上节课我讲过，某段导体的电流。哎，这个月第28次，欺人太甚了！他们敢放我们的气，太岁头上动土！这样不好吧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别跑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儿子，饭菜在锅里，自己热一下。妈妈今天要加班。我们这儿的监控年久失修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这儿还有没有那种比较隐秘的摄像头啊？什么？就是那种针孔摄像头。哎，我们单位管理得很严格的，公共区域不可能有那种摄像头的。这个我真帮不了你们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啊。我还以为会有什么转机呢。转机？你还转压呢？主任好，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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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二八班吴巧巧，贾主任早。别给我嬉皮笑脸的，
我跟你说，还剩两天哦。哎，程寿同学。哦，主任早。哎，你早你早。怎么样，转过来还适应吗？放心吧，主任，一切都还挺适应的。哎，那快去上课吧。嗯。你咋还搁这站着呢？不是你让我站住的吗？快快快，进去进去。早，小娇。走。电视杀，电视杀可以为正直，找班长说情不行，用不同的位置找同桌作为测量高度的起点，那么同一个地方的高度的数值呢就会不一样，但是两个地方的高度差却是相同的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好狗不挡道。我不是好狗。你是坏狗啊，让开。我不是狗。你不许笑。我笑怎么了？笑是你发明的，你有专利吗？程树同学，你就帮帮帮人家吧。你看看我，看看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，你就忍心让我遭受如此的待遇吗？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我怕被你传染。还有，你是想让我帮你证明你没有谈恋爱，还是想让我不要告诉老师别人替你抄作业的事情？你知道校规吧？我知道呀，要不然我怎么能来求求你嘛？不可能的。哎，程叔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程树同学，这种粗活怎么能由您亲自来呢？我来。气好差呀，这都哄不好。哎，这怎么坏了？你干嘛呢？别乱动！我来帮你修好吧。不用了，还给我。你别跟我客气。你修不好，还给我。这有什么？还给我。修什么修啊？不就是一个玩具吗？乔乔，你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还是因为那件事啊？男生，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？这次我该不会真要被贾主任处分了吧？那我去帮你找贾主任说说吧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吴乔乔绝不会被处分。等我好消息。哎，程叔同学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，扫把星？你就帮帮我吧，好吗？与我无关。哎，你先别着急走。你到底怎样才肯帮我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。我也跟你说一次，你不要敬酒不吃，你非得吃罚酒。怎么样？
是这样的，虫鼠同学，你看大家同学一场，本不要闹得如此难堪吗？这个是我这一周所有的零花钱，请笑纳。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行，那你去把这枚硬币找回来，我就帮你。你说的。嗯。一言为定。哎。陈学峰到。梁安琪到。张小黎到。吴乔乔，吴乔乔，吴乔乔，程程同学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哦，那个，我要是没有找到硬币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帮我了？不帮。那非得我找到那个硬币，你才会帮我吗？你先找到再说吧。哎，看，这就是你丢的那颗，你看一下嘛。我知道，我下午在那个水池里面，我翻来覆去我就找到了。哎，你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你拿去吧。去，拿着呀。去。你脱衣服干什么呀？我不是那种人，我。早点回家，洗个热水澡。那你到底答没答应啊？你答没答应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那天在学校门口是我和吴乔乔撞在一起了，所以您看到的就是我和他，我们没有恋爱。你以为我说要处分吴乔乔，真的是要处分他吗？我那是要给他提个醒，让他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您不处分他？行了，打住，回去写3000字的检讨。那天你明明穿着校服站在校门口，就谎称自己在街边。你看看你跟吴乔乔在一起都学到了什么？撒谎。收到，主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不是你等会儿，您主任，您确定您不处分他？我处。那好，我处分你我。你可别忘了，你今天答应要去帮我作证的。先喝点热水吧。咱们学校一直都是要求学生们要德行合一，学习成绩是次要的，2年8班吴乔乔同学考试作弊，多次违反校纪校规，现在居然还恋爱，经讨论决定记打过处分。主任，我没谈恋爱啊。你还狡辩。
主任，主任，我看这里边肯定有误会，要不然咱们到外边说。啊，来来，吴桥叫你出来。张老师，你看看吧，你是怎么教的学生？这次教务处抽查了每个班的考试卷，这两张卷子就是证据，看见没？老师，我只写了一张卷子，另一张不是我的。抄题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我没替考，我也没谈恋爱。那你说说，为什么这个卷子两个都是你的名字？吴小小，还不跟主任道个歉，承认错误？我的确不应该抄程叔同学的题。但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道歉啊？张老师，你看你班学生什么态度？我当了这么多年教导主任，头一次遇见这么顽劣的学生，你现在立刻通知家长停课。我